我不喜欢病毒，因为不能去学校见同学。那么久都不能出去玩，你现在的心情怎么样呢？我好想念大家。那你知道你有几天没有出去玩了吗？知道啊，我很多很多很多天都没有出去玩了。我关在家里很兴奋，很兴奋。关在家里很兴奋哦。为了配合防疫，小朋友生活作息受到很大的改变。孩子们宅在家快两个月，他们的疫情日常与心情又是如何呢？让我们一起来听听。最近为什么不能出去玩？你知道原因吗？因为有冠状病毒。我知道，因为现在有病毒，不晓得哪边还有更多病毒。因为呢，病毒太多，要等医护人员杀掉病毒才可以出去哟。那如果这个时候你出去外面玩，会发生什么事呢？会生病，会感冒，会感染。出去玩会被警察开一张罚单。那你知道要怎么做，病毒才不会来找我们？勤洗手，戴口罩，多运动，保持距离，尽量避免出门。手机。防疫期间啊，也不能出去玩。那你都在家里做什么？工作啊，我都上班啊，就是写功课。我最近常常忘记带我的新功课本。我会画画、看书，还有玩玩具。啊，弟弟嘞？弟弟在玩他自己的木偶队。那你觉得在家自己有什么进步还是收获呢？感觉弟弟更喜欢我，然后因为最近大家都在家，所以弟弟也学会讲很多话，就觉得还蛮好玩的。我比较会用电脑了，然后我还会用 Google Meet 跟朋友聊天。那弟弟嘞？我就是会打扫了，拖地、叠衣服、吸地。我吃饭进步了，还有我有比较一点点听话，还有比较很会跳舞。很会跳舞哦。那你觉得这几天都不能出去玩，心情怎么样？我看起来心情都觉得怪怪的。如果到开学前你都还不能出门，你可以接受吗？不可以，不行，很不好。那我想要请问你哦，你觉得谁有办法把病毒赶走？医生，因为他有打疫苗，所以就把病毒给刺到受伤了。医生和护士还有科学家可以弄疫苗，大家都可以啊，只要就是大家一起做好防疫，每个人都有办法赶走病毒，一起赶走病毒。你觉得除了医生叔叔啊或护士阿姨之外，如果你可以派一个人来把病毒赶走，你觉得谁可以把病毒赶走？我知道，就是 Elsa， 她有冰块的能力，她可以把病毒变成冰块。还有超人帮忙警察抓坏人，那个没戴口罩的坏蛋，其实是柯南。因为如果是柯南，他们有个放大镜，可以观察病毒，所以他应该可以观察出那个病毒的弱点。只有汪汪队可以，因为汪汪队有威力谷那个终极救援的，还有那些的啊，还有他们有很多可以变身的、啊，然后玻璃安保跟那个啊都不可以。如果有一天病毒消失了，真的可以出去的话，你最想做的一件事是什么？儿童乐园玩。我最想要到校队打球。我最想要去动物园看大象跟长颈鹿。出去玩溜滑梯。啊，姐姐呢？我要去老板家，那所有的玩，就所有的东西的那个老板家玩。我就要做那个东西的做好，我就不要看电视。
那你这段期间有想要感谢哪一些人呢？感谢警察，还有消防员、医生叔叔、护士阿姨，还有我在香炉的那些人，像是张爷爷、大家、医生和护士。我最想跟第一线的医护人员、卫生署的所有的人，还有陈时中部长，我都要跟他们说谢谢，因为第一线医护人员就是保护我们台湾啊，努力治好病人啊。陈时中部长呢，他就是还有卫生署的，他们就是帮我们把疫情缓和下来，都很厉害哦，所以我应该要谢谢他们。那你有想要唱一首歌来感谢他们吗？想，因为有你的爱心，我心里没计较，因为有你的关爱，我心中充满欢喜。医生叔叔、护士阿姨，这段时间辛苦你们了。护士阿姨、医护人员、医生叔叔，希望我能平平安安的出去玩，加油哦！大家一起给他们一个大大的赞吧，永远挺你们哟！出门要戴好口罩哦。爱心男校园，中好衣，也好耶，才能穿就好衣。刚好面壁爱心男校园，啦啦啦，啦啦。